你知道烧茄子在家怎么做才能外焦里嫩吗？今天把做法分享给大家。茄子去皮，切成大小均匀的滚刀块，然后用清水洗一下，防止茄子变黑，也更容易挂上淀粉。洗完以后多加一点玉米淀粉，拌到表面全部包裹上玉米淀粉之后，再薄薄地撒上一层清水，再次加入玉米淀粉，拌均匀，拌到表面没有干粉。油温烧到五成热，将茄子下锅，开大火，将茄子炸至外表金黄酥脆，捞出控油，把配料红绿尖椒也用油烫一下，另起锅下蒜末爆香，加入生抽蚝油炒出香味，然后加入两勺清水，老抽调色，盐鸡精白糖胡椒粉调味，开锅调小火，用水淀粉勾芡，汤汁粘稠，能挂住勺子了。将炸好的茄子下锅，大火翻炒均匀，出锅装盘。老弟主页分享了200多道美食了，如果有哪道是你喜欢的又不太懂的，记得给老弟发消息，老弟看到了马上就回复你。感谢您看了我的视频。